味汤不是怎么玩吗？知道啊。好，你就回答试过不是的。对，好，汤面是你和朋友约着一起去吃饭，朋友说找个隐蔽的地方别被发现，吃到一半朋友炸了。朋友炸了，他应该是死了是不是？是。自己人生炸掉了。否。我炸吗？我是不是炸了？是。我们俩就是有预谋的要炸是不是？否。啊？哦，我们俩炸是意外。是，对于你们俩来说是意外。对于我们两个是意外。现场是不是还有别的人？算是。是。我们俩踩到地雷了。这样我稍微加一点，吃到一半朋友突然炸了，这个可能是一个提议。等一下，他们不是人是不是？是。他们突然爆炸了。他们是爆炸鱼吗？爆炸鱼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是动物吗？是。他是动物，然后吃一半突然炸了。炸了，什么东西会炸呢？除了那个搁浅的金鱼会炸，还有什么东西会炸呀？我就感觉他已经就在这儿了，我就需要一下叮的那一下。他们是不是水中的动物？否否。哎，你还挺会问。否。那跟水没关系，那就是陆地上的动物。等一下，会飞吗？是不是？是。啊？会飞是什么东西？他们是不是虫子？是。蜜蜂不是。嗯。苍蝇。蚊子。是。所以就是我和朋友约着去觅食，然后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进食，然后朋友被就是突然爆炸了。为什么找隐蔽的地方？他们是蚊子，不能被人发现。然后吃着吃着，我们俩打死了。